人在将死的时候，一生所作所为，听说会很快闪过去。若是如此，那闪过去的部分，也包含了一些他做过的事所生产生的影响吗？哦，这个哦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传哦传说啦，就是呢，我们在要断气之前啊，大概都会有哦，就是回光返照，哎，就会把我们一生之中呢，哦，那个所作所为啊，很快速的哦呈现，让我们自己啊去观看，哦，我们到底啊做了什么，哦，都会有这一种啊那一种那个情形。可是哦，他所回光返照的哦，都是他本身的那个经历啊，不会说他所哦本身经历所造成的影响出现，是他本身自己本身所作所为，他才能够哦那个啊回光返照的出来。那他所作所为的结果影响，那个不是他所知的，他没有办法知道，也不会呈现。